筷子用力，筷子为主，要用一般筷，大部分以筷子为主了。兽人跟他鬼有坦装吗？尤其是猪皮，不要让他死，死了就一切都没意义了。兽人跟他鬼有坦装吗？坦装，坦，你说最后坦王还是小怪？一开始这边，一开始这里，小怪不用坦装啊，直接扛着打就好。确定，你不要死哦，因为你要不会死啊。好。那现在开始喝药了吗？绑路，喝药，缺两个补 buff。一开始不敢上，大头补上线啦 ，buff 在燃烧啊。然后那个火水准备好哦。七贤，记得动老母啊！快点，是你们。记得动老母，该不会不在吧？他有啦，他在 要有人开 WC 了吗？他在 TC 啦，不开了，开吧，开啊，都可以开了。干什么？哎，先进门啊，先进门啊！他有在 DC，智力还没上。先进门啊！啊，对，智力的话，一二队 Livermere， 三四队，三四 Leo Boy， 大头鹿打木契儿，六犹太，上线哦，七八小妹妹。七贤是不是要载他妈妈去坐车啊？啊，不用了，他不用了。哦，是哦，那他冷呢？然后这个就是他不管了，先打了。对，他不管了。然后记得上来，不，记得动老母也上来了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先进门。我来了。进门。等一下，记得动老母还在。七贤要上线了、啊。好，刚去晒衣服。记得动老母嘞，动老母不在了。对，他上了，他刚上线啊。好、哦，他上了跟哎，继而东进那个铁门，赶快先进门啦！哎，继而动老母，你有没有泰坦？奇怪，他上线了，他用不到泰坦，没有，他有上线啊，但是他不知道是他为什么，他第七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讲话？他在后面呢，那他应该读取啊。他现在应该在读取，你们说，看二十几个人关注他，好可怕、哦！老大，好，好，他懂了。老虎要不要泰坦？走吧，进吧，开始喽！快点哦，不要管了，开打啦！好，不管，先不问了。等一下就是左上猪皮，左下莫塔里安。断麦，对，没有断麦，断麦。右上暗天，右下兽人。好，然后骷髅头、猪皮、叉叉、莫塔里安、放光、暗天，就这样子。五、四、开了，三、二、一。要去蛋了。有听者传达风幽，传达风幽，传达风幽。等一下，一样，我跟兄弟两个人，两个人很快啊，兄弟没办法，对，我也没办法，好。要不要洗手？忘了拿水，谁有一组水先给我就好，我找 Leo Boy 拿 ，Leo Boy 给我一组水。来。哦，我也忘记拿水了。我有水，刚才找我。我找 Leo Boy， 谢哥。打王是谁？一组就好，你啊，你跟莫塔里安。那谁破蛋？谁破蛋？啊，破蛋！我跟石油姐破。最后一个你破就好了，最后一个猪皮破啊。对，最后一个猪皮破。我不行破啊，要让莫塔里安破。哦，好，没有关系、啊，反正如果这个不能破，就我跟那个，我跟石油姐就直接人杀啦，不要风筝啦，用力杀就对了。啊，用力杀，用力杀打很快啊。现在优先打人形哦。大树还没有准备好。那个蓝不够就喝大蓝哦，不用省了。老彼得完全之术啊！我已经超出范围。
如果虽然说这周是暗月周，我看也没几个暗月 buff。不好拿。我拿到，我拿到。我有，我也有啊。运气好，我去拿无风险，他就是。近战先打人形，人形分。法师觉得人形生物死太快的话，就先打龙了，是吧？哎，莫塔利亚，你会开弹吗？会。啊？会，我专业搞事。搞事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搞事有关系吗？有啊。我也觉得这个有关系吗？哇哦，刚才一个火球术没读完就死了呢。居然没有半只怪在场上，居然没有可以打、欸。龙人，龙人，龙人，杀掉！他们的蓝，你有需要叫他们先扣大蓝吗？没有，不用，不用。我们会自己扣吗？扣完是看自己的，那个不用。一半一张，扣一半一张，不要紧张，你可以不用管捕食啊，捕食。对啊，不要太小看我们捕食啊，小子。有阿基斯在、欸。我有点想断法术了，要不然这样子没有东西。还要回工位。不要当他的就好，不要当他的，当他的会。不要当他是其他工会都要拉的人。你们不要上远程就好了，近战不要帮我上阿德，不要上远程 T 哦，就是持续性的那个不要上哦。如果主坦不要上，尤其是主坦千万不能上，主坦的 buff 太多，上了会几天。被转拖斩了，快出一出，然后拖斩不会拖斩了，有水啊？我被拖啦。小妹妹的血，吐完可以坐下来。小妹妹，29颗蛋，还可以冲锋，好爽哦！来，来，来，耶！哎，莫塔连，没上来。我来。好空哦，有点空旷啊。好蛋啊！来啊，来啊，给我。哎，抽点液晶，抽点液晶。来，那个龙的直接掉，直接掉。又多整的喝水哦。直接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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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晶。哎，龙的木头人那次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干，你现在debuff 吗？对，我现在debuff。好，那我自己开吧，没办法。那撑一下也没关系啊。我已经超出范围。这debuff多久？38秒。要等38秒啊！你就追一个弹，先不要开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不要开啊！对啊，反正我走啊。我保护远一点，你又有一颗弹。先拉远再放掉，先拉远再放掉。先拉远，那奇力结束再放掉。离中间远一点，不要拉，不要有一个不远的地方。20秒。不是有那个在追杀我，有龙人哥在追杀我。要把他拉了，找个那个去把他抄回来。这只骷髅头，骷髅头把他抓回来杀。还有多久？7秒，再回去，把这人杀掉。他怎么在跑啊？跟我讲，你放掉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理我哎、欸。在催我。可以，我放了。我还没收控哦，好，控制了。收最后一个蛋，准备最后一个蛋了。算是存下怒气哦，暂时存下怒气。我同伴图腾呢？好，OK， 接用，这是木马脸，直接接。血拉好哦，这标球你血都拉好，快去抓，快去抓你！五就对了，五就对了。干！我把你蓝伤，我来了，去比先输。
没事没事。保安，你们落水还在这里被中。好，需要一个。来，所有人喝口水，现在马上喝口水。所有人都喝口水。不要太激动啦、啊！看我没有喝口水，我好累哦。喷的好烂哦。喷的好烂、欸！给我一罐口水吧。啊，英雄交易啊，走啊！真是坚持不懈。老板，他有八罐，他喝了一罐，那是七罐。与我的力量相抗，然后也付出了代价。现在他将不是我，而他的任务哦，找到了，就是干掉你。喝下去。现在保泰没有给我啊，没给到吗？给他们跑没关系，因为他给的是我啊。哎、欸，我给到马拉邦去了，你麻烦你分他一下，我给他十罐。他当被吃掉那个火山啊，太早了。我给他十罐，你们这很贱。他万一我跟他谁是谁的，我就按上去了。谢谢爸爸。哎、欸，你都不用看给谁的，好棒哦。但是要不要冲去对面？呀。好，哥，再次都去对面好了。好好好 ，OK。那个，这是大板哥过来刷血。谁是？今天打一场而已嘛。对啊，打一场而已啊。好，那个是谁啊？有一顿跟我分，有一顿跟我分火水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那个什么啊，有限无敌也两分钟啊，也完蛋了。卡一下 CD 啊，卡一下 CD。可以啦，他讲讲话还有时间，会倒数。讲话还要一分钟啊，可以啊。那个二三四五队的萨满，就除了马踏邦之外，85%全部85%前都宁静，85%哎后都是封路。那这只五秒封前零五秒宁静就好了。什么85%？这次只有29%。讲后面的王啊。我后面就不讲了，后面就这样子，后面只要85%后都是封路。我看马踏邦自己也宁静好了。也是放封路啊，马拉邦。啊，二三四五对啊，你五秒后就可以换封路了。我们开场先宁静插好啊，五秒后换封路。好了吗？对喽。你的仇恨大概那个第二名的时候就开始要喝。好，讲话吧。欸，我队伍太后面了。回忆青春怎么在二队？他是小吗？不是啊，少一个少一个近战啊。我少一前面。会啊，会顾到你啊，相信我啦、啊。你是对我正前面的好不好？我前面有个对方。空虚自己的打了吗？那你跟你的小朋友小猫咪换一下。那个近战29%在打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要28，29，快逃吧！在我失去控制前，快逃吧！黑色的火焰在我心中猛烈燃烧，我必须释放它。刚刚一破就打，哦，一破，主人讲的一破就打多猛，28%，28%，我说每个战士帮上一破，毁灭，每个战士帮上一破凡人，每个战士破烈焰大王的怒火。我必须反抗！帮我，赶快脚力士多少？那个当莫沙的要玩一下，注意神给我补好。注意神，打开了，28了，28了，28了。来了，他落了。绝力，落！我是一打，我是一打过完坦克血就好了，上马可以补外面的。注意神，莫文哦，哎，你有莫文离开人群，有莫文离开出去。很好，点法师，点法师超棒的啊！我历次的仇恨。让我变得比先前更强。哦，小川，哦，好猛啊！我完全就不上哎、欸。没看到水平啊，我好雷哦。雷爆！也是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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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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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不上去啊！哎、欸，补补猪皮，猪皮，猪皮！我的快满了，猪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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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满的了。你有 buff 的话，我上清啊！直接往上清了，冲了冲了，往上清，往上清，好了，两血往上走，有两 K 啊！外大只雕一下就可以直接打。那个粉圆跟虎斑，如果有人要复活，就给你们两个复活。我好废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好废哦，我忘记开水瓶了啦。我刚刚说70K 50%哦。
那你就烂。我不是在这一队，我是没有天赋可以。方杰是上下 buff， 那先魔是无限的。只清左边吗？要吗？我有 buff 直接清掉好，又很快。对啊，不差那一点时间了。对啊。够 A 起来 ，A 起来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吗？我要坦怪吗？新出菱形，三角新出菱形黑牛哦。好、哦，我一样，我拉哦，开喽。对，还没，弹要分好哎。弹跟刚一样，跟刚一样。叉是我，叉是我。哦，酷了、哦。双光天炸哦。哦，好。拉起。我塔的血，注意点，注意点。棒！我拉回来了。转角接过来。啊，上去啊！塔里亚是十秒。塔里亚诺，要塔里亚诺。还有四十秒啊！无限补啊！啊，先来了。三角形，把解决掉。中了，先来了。不要一刀那一款，来。接打！我先标下来，下。下一组没有老人，有一组死了，我下一组，下一个月亮是那个干拉鬼哦。哎，对，不要乱换了，人家有一队没有那个帮，没有人帮他喊那个啦。那个苹果说他要拉，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换一下队伍，因为这样子会少一队那个。你先把 A 收起来啊。对啊 ，A 收起来啊，真的。不能收，我们还有都干部了，所以 A 收起来跟没有 A 收起来是一样的，几乎也是所有人都很挑，对吧？好呗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月亮是兽人跟他鬼哦。好，苹果啦，够。它是三角形一样，你追一下。叉是我。兽人跟他鬼。来把那个月亮干掉。三角形啊，来回来可以接了，先回来吧，我先把那个龙。老母是卡住了，老母是被老母叫去倒垃圾。到了，我喊太尿了，三个。都有意志吗？意志自己看一下，没有的。我需要更多的法力。你把一些可以丢的装先丢一下，这个谁没有的？我的法力。这两个那个新来的猎人是有没有没有的？干、哦，都有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拉过来，直接拉了。好，直接拉。继续啊！不是、啊，我背包装不下，大家有时间啊，这个包装不下。我先帮我哥我包包一点。我先把一些比较容易离心的装备先。工头啊，工头。下。谁要去关陷阱哦？头头是道跟这个华硕品质啊，还有大头打布啊，来喽！
挡不住剑贼啊！你看，黑脸的关下，我黑脸现在来，来第二洞，第二洞，第二洞，别到第二洞。有陷阱，陷阱要抓一点，家里都拆光了。来，那个时候到要用陷阱。我有一个再拉一下，我后面不要到来抢。拉拉拉！下一栋，下一栋。前面陷阱还没关了，陷阱没关到。你要你要预先去关那些会过去的陷阱，要预先去关呐、啊。直接关到那个入口那里。打到了，他刚进陷阱，他刚进阵。哎，好大好大，我上去打一下。三人帮清掉了没啊？好，直接上去吧，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，上去之后拉机的时候拉我们走。陷阱，陷阱。应该又快倒了，没有上面的阵才叫我倒的，他就快倒了。好，你又过，你又过。我们先从陷阱，陷阱弹一个起来。拉第二栋老母，然后救一下死掉的我跟救犹太。这不是饮料水，我刚复活指派人的。哎，救栋我死了、欸。好吧，那就是先跑尸吧，跑尸再拉吧。他怎么会死啊？他动不了了。啊，快点喝水哦！来补一下 buff。魔龙人命柱，你们要不要先拿去打？欸、啊，就是给有魔的补就好了，没魔不要起来。继续拉吗？别拉，拉拉拉拉拉拉。近站在前面，把那些挡住，不要让他们到后面去啊！让他们尽量可以多站就喝水。第一栋，我要来哦，地补师哦。远神刀动影的最里面拖带。上网要不要毒毛诅咒？不要，因为猪皮双持怕被磨。继续拉哦。
地武士来喽！月亮，月亮。下一栋，往里面一点跑、啊，先拉一下大明，前面关陷阱不要引到网哦。先拉一下大明跟基尔洞牢。副头要收，副头要收。哎，并不是，不要拉了，不要再拉，不要再拉，不要再拉，不要把拉了。墙壁这里面，拉人，喝水。金针在外面帮忙弹下去。这件物品还不能被使用。你的进阶话只剩五分钟，我剩五分钟。来，下一栋大明也到了。好，感谢到了，下一栋。下一栋还是维持这样，因为大明炸弹头很不够，所以还是三个坦克，就是那个无敌大明的炸弹。哎，那我要换坦装。对啊。好了，穿硬一点。好，我穿。来，先来凑那个吧。先凑喷雾器吧。好了吧，你团换好了吗？换好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先狂暴打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反正你只要不是一坦，你就双子打啊！你不是一坦就双子打。你要房子哦。哦，好吧。不是一坦就双子打。好，继续吧。朱笔上吧。等等，我弄完没？好。朱炳自己抓时间进去吧，要继续跟我们讲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，我一开始就开房，那就够，就够。那个陷阱，注意陷阱，注意。刚刚没冲过去哦。抓朱炳哦。他只是打，我抽才够。好，你抓进去里面，抓进去里面，快点。抓进去里面，还不过去啊？朱炳，来，不是主板都双子打哦。他主发后换封路哦。来，远程跟星星战哦，远程跟星星战。支持了，只能他过了。切到我刀了，全力打，全力打。是啊，对啊，很牛，他一样继续维持他血量，这边被支持了，补下，哦，生命宝石哎，哦，这边宝石哎，那我可以，哎，关一下剑剑金小龙吧，哎，金小龙，那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术士系列有没有人要的。术士系列跟怒风系列有要的话，麻烦跟我讲一下。我先把一些明星剑士要拉进来。来，这五个装有要的来一下。的话，我就要把两只了。复仇护腕、怒风护腕、极速进化手套、同人之锤、复仇带。这五个装有要的话，我就两只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等一下的那个枪不知道怎么弹。哪一个？就是等一下那只网啊！等一下那只网你就吃龙翼就好了。那我也要穿披风啊！近战都要穿啊，不然就会出事。
好，我先给他计时。好，可以喝安抗，怕死了，可以喝下安抗。先不要怪，先拉第一波，先来打了，差不多了。还可以拉，可以拉，可以拉了，先标一下，标一下，我要调东西。猎人放下陷阱了，给猪皮标吧，然后看谁要拉。来，骷髅大明哦，方框猪皮叉叉，叉叉猪皮方框穆塔里安。哎、欸，王来哦。好，走了，他走了。OK， 好，拉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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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现在都最危险的，因为先不是很少。会有炸弹啊！没办法，一定会有炸弹。干！再来一波、哦，看我刚才又忘记开水瓶，靠！暗天煞现在月亮哦，暗天煞是月亮哦，好拉喽，有双持哦。一下那个前面法师的血量，好了，猪皮上位，猪皮上位，换个装，直接龙刚走，我主坦的啊，哎，我要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哦。那你站，没，那你不用站，大明就好了。那个就看大明问题就好了。辅助坦的、啊、阿基斯四零，大明吃容易就对了。虎斑还有那个，那我换滴滴装上来打。青春，哎、欸，你还是先备着好了，以防万一啦。啊，说错了，那个青春换成感觉你今天刷坦，多刷坦，然后那个粉圆，然后说了萨满，然后还有黑牛跟青春都进去吧。这里可以哦，刷猪坦会在我这。嗯，刷图坦的就是阿基、虎斑、紫菱，感觉这样够不够啊？你们这样子够不够？够哦，好。等一下近战，等一下近战就直接那个吧，也是回来这一区打那个，也不对啊，就直接回个魔，等一下直接打咯。好，然后粉圆啊，自信心哦。然后粉圆跟那个青春，帮我注意一下龙一坦的血。这边坦直接接怪就好了吧？近战一直刷啦，近战直接接怪，然后等下大明那个披风记得穿哦，然后大明负责接龙一坦。火抗水要喝的可以喝，火抗近战可以喝暗抗。反正等一下那个莫塔里安就跟大明正在一起啊啊，龙翼快要龙翼的时候，我说吃龙翼的时候，那就是就帮主坦吃龙翼这样子啊，好啦，就是嘲讽就对了，对，等一下大明在哪里，大明我帮标，大明标一下啊，莫塔里安也标一下，那我跟他站。哎，干 ，buff 在燃烧啊，王嘞！
下来了，王不见了、欸。啊，来来来来来了，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，来来来，先下线跑吧。都在这边外面打嘛，对不对？进去啊，你猎人怕的话就进去啊，进去比较好补。我说真的，因为比较不会有那种喷过来那个角度的问题。猪坛位这边都只顾坛哦，嗯，猪坛位只顾坛哦，你不用去顾其他的。你们站这边是没人会顾你们的。嗯，想被补就进去，想被补就往里面走，因为上面有那个啦会自动。等一下，里面是指哪里？四王房。这场打的是会死，反正你跟大明站就对了啦。来了来了，没有，我帮进站讲。这边先，这是大明。标题标题，这是送人干他鬼，现在是送人干他鬼，要叫送人干他鬼。标题标题标题。这第二次这种，从哪里来的？同意哦，可以吃吗？没有，现在吃吗？没有没有，你要注意那个 DBA 直接打，大概剩两三秒就可以吃。到了，对啊，我们乱刀乱刀乱掉掉乱掉乱掉乱掉，先操作，先给坦操作，先坦操作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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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布塔里安，布塔里安，干！大明，你的血，你的血。太早，太早操了。刚才没有槽啊，应该是。刚关掉，大米的血，多皮的血，布塔里安，有拉吗？刚才好像三秒，大米才一千多的血，超惨。应该是被他顶压了，干好烂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他妈连续碾压两次哎，太衰了吧！来活一下子。啊，好，我下课了，拜拜，我回家了。帮我开个门，谢谢。也真的太一万多的血，我一万一千一的血被碾压两次哎。我还穿全坦装欸，那没办法，运气嘛。好，准备喝点水吧。可怜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补士血高一点，魔高一点。没拿盾了。好啦，拉了。陷阱，陷阱。拉了，拉了。啊，这个还要拿盾，你等一下要拿盾运，等一下你还是用不到。啊，可是我现在是没有 buff 的状态，不一定仇恨不是这个王跟 buff 没关系，因为这个王他吃嘲讽，所以只跟猪皮的 buff 有关系。你们你跟大饼两个人可以乘着猪皮的这个翅膀一直往上飞，就是逃过去的时候再拿盾就好，那平常就是拿盾。这个只要一个人抬轿就好，所以猪皮帮你抬轿就好。来，骷髅头大明暗天，喝，补士喝一下，补士喝一下水，补士每个都回到大概80%就可以。回到80%差不多了。月亮兽人干他鬼，可以吗？干他鬼可以吗？月亮兽人干他鬼哦。我是还是方块吗？对对，你还是方块。然后叉叉一样触屏，然后骷髅是大明暗天。好 ，Go。打自己先，打那个。先打月亮啊！
自己看看有没有那个，先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晕啊，还是放火还是什么的。先不要打骷髅，先不要打骷髅。打月亮。换个。小心！我把他走，我把他走。好，你打，可以打，那个。整个人再给我一组水，一组就好，一组就好。哎，我没有水了。好的，有好。月亮后和暗天哦，这种高拉鬼先不用。就被拉了。矮子下来，法师就可以上去接了。在哪里啊？龙类同位置界，我在这里看到了。然后今天推到柱子后啊，今天怎么大家那么出来啊？你躲到柱子后。我不兴奋啊，我需要靠
多一个哦。等一下，三角形兽人跟他鬼接一下、哦。他还没准备好。好，拉喽。哎，推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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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好，不然会死。会，那个会不能动，然后被火打。对、哦、我有变羊死过。他变羊，变羊，变羊，他变羊是不会破的。他那个是强效变形术，被打还是会那个。多牛逼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虎斑猫的魔。哎、好，来、哎、下去要不要全部挤在这边？八层都可以开了，应该走下来一段时间。而且还有其他捕食啊，没什么差。会死的就是会死啊，会活的就是会活啊。没有，捕食比较少一点。捡到绿色背包，有一个十六个包、欸，有哪位大德身上没有十六个包的，帮我打一个包这个字。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还有一单独的，把它拉过来打。干，十六格哎、欸，在骗啊，这些人在骗啊。好啊，不然现在弱啊，你小啊，要十六个包的，再弱。看好，哦，米七三一五九如二，什么东西？哇，我白马好高啊，九十一耶，九如二啊，缺包啊，没有我也不缺。剑客九三，我也不缺。要增加人家人的难做事好吗？磨磨通通，哎、欸，你有 boy 缺吗？妈的，你跟他们给我乱落，人家分散人家的做事难度呢。年头谁在缺十六个包啊？穷死！对啊，他妈的，真的缺十六个包的谁啦？鬼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再画一条线过来。我们现在真的弱，缺十六个弱，没有缺十六个包改弱啊！正哥，你大哥要跟你交易啦，就要拿十四个包跟你换。他如果真的有十四个包，他身上应该会拿得出来。我不会那么严格啊。骷髅头、大明、暗天煞、方框、那个猪皮跟，猪皮跟叉叉猪皮跟嘎啦鬼，然后方框就莫塔里安跟小猫咪好了。
不用他啦，我就可以了，我坦装。不是啊，两位那个超晕了。阿浪，阿浪，阿浪赢了，比小啊。那个萌萌松松要不要丢一下？有啊，要先够啦，先打啦，打打打打打，不要烧完了。打，没有，可以打没关系啊。我只是想说丢一下、那個，没有 buff 啊。对啊。快一点。通通不扔的话，我就给那个咯，我就给黑牛咯。哎、欸，一下不出那款。不是啊，我的二塔是谁啊？你的二塔是小猫咪啊？没有啦，小猫咪是跟我啦。你的二塔是？我妈的，我救了小猫咪一命。对哦，那是跟他鬼啊，你的二塔跟他鬼。好，先就位，先就位，先把这个矮子杀了。这个进帐换披风哦，完了。暗抗喝一下、哦，怕死的。5%前宁静哦，85%后封路。切斯你例外，因为你在对后台。这边站三角。对，站三角。你看到那个有大名负责吃龙翼啊，然后莫塔里还是你看到有人中艾伯诺克之影在吃就好。麦沟通了吧？好，准备啦。开麦沟通了啦。好，猪皮开麦啊，你就跟莫塔里两个人，就猪皮负责指挥啊。哦，来帮我补个爪子跟那个精神。猪皮安安一下。精神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准备了，好上吧。嗯 ，Go， 猪皮。来，开始先不要上。我中，我让你安桥架。好。那大明就算得势了就好。终于斩了。桥架。好，好。现在是大门，刚刚我中了，我中了，逃逃逃了，耶！我中了，我就查一下。我逃了，我逃了，我逃 了, 了。一边容易打局十秒，耶！啊，是，现在开始容易打局。大明，知道，欢迎大齐，好，我中了，好，中了，支持他，好长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抵抗，我全场了，我中了。好，结束。我是回一下。下一只九炉指挥一下、哦。海啸猎人凝神序。海凝神序就好了。海凝神序就好了。嗯，因为剩下都一样。今天全部都出术士装哎。这色装。是不是我们食堂系的？对，这是食堂，好像不是。好像是玻璃系的，还是九如一这宝二西门三，九如一
J 宝二，西门三，剩下 UB， 就这样。好 ，Go Go。好啦啦啦 ，OK 啦，不满。不要死啊！不要做事了，不要做事，不要做事。烈焰，三个都被喷到了。啊，然后到敌方就补了回来。好啦，被杀封路了。容易打击，在倒数三秒。容易打击，西门，烈焰，左还是主？可以拿，因为很多人有了。哎、欸，指挥票价、啊。那我可以少一两千。但是你要看前面的人肯不肯给你、啊。嗯。前面的人不就大明吗？不是、啊，还有其他战士啊，暗天是他们啊。他们怎么会要这种东西？别闹了。原来受了刚刚鬼老彼得，还有那个守门员的枪，但其他都死人。好、哦，跟刚刚一样哦，跟刚刚一样，我就不敢拿到直接转坦了，我就不坦了。好、哦，跟刚刚一样哦。哦，受了刚刚鬼，你是跟猪皮一起叉叉的哦。光光就是莫塔连小猫咪。对，一骷髅大明跟暗天上够。够啊，够够够！给猎人拉一下。哥，暗影记得心脏痛跟那个腐蚀术啊，记得帮忙一下。啊，然后那个冰霜那一只不要打太快啊！冰霜那一只法师也不要打太快啊！猫咪血，小猫咪血，我把它嘲讽了，我把它嘲讽了，好，差点喷掉。莫塔里还会不会那个啊？你会不会时光弹力？不会，我把它滴滴耶！不是说好滴滴重绑了吗？蟋蟀没来啊，打掉。打给蟋蟀啊！你看起来很像坦的、啊，不错啊。坦地很好。你知道是什么狗才坦吗？对啊，那我的坦装是蛮好看用的、啊。叫医生来听听。叫医生，刚刚跟我打招呼呢。沙漏有血去拿一下吗？沙漏，对对对。好了，我时光坦。不要了，给大米就好了。啊，你滴滴啊，你就直接滴滴就好了。OK。阿福没得剩不到三分钟的按压。对啊，这边只有猪皮坦，然后大明时光坦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。你们如果第一次突袭先想打的，稍微看一下仇恨啊，尽量还是不要啦，就是等第一次时光确定完之后再打。不然你们就要自己喝有限无敌。对，要不然你们自己喝有限无敌吧。喝有限无敌，按他七到来得及按。对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要打才喝无敌啊！要像男人一样清 buff。哦，真的哦。自己要手速够快啊！哎呀，头一只啊！死你没关系啊，啊，不要死全部就好了。很多泰坦吗？有多啊？沙漏。哦，有，我有好几十个。可以拿两白波，我可以拿两个吗？
欸欸欸欸，你说哪个缺几啊？粉圆你解，粉圆解那个解魔法，然后干滴滴招自己带啊。好，黑牛帮我解毒，我们很贵啊。法师没有异伤都解诅咒，然后如果是异伤的话，小弟看到诅咒太多再帮忙解。然后那个还有谁缺战斗的来星星这边拿。萨满解毒的话，解毒跟解病就我来解好了啦。然后我们今天打的是病都不解，除非你很闲，你觉得你很闲没事做的话你就解病。那萨满队的话有病他去病毒等，有毒他去毒毒等，所以基本上要解的大概只有六七八三队而已。还有谁缺那个沙漏的然后来拿。哦，马拉邦那个三队就给你哦，就是有病跟毒的话就给你解了。有病还有沙漏的都拿了吗？那不讲咯，要准备咯。那去拉那个开门的人来去 buff 自己讲哦。拉那个要开门的人，死亡组谁？死亡拿大同路挡步，他要去开门。哎、欸、呀，时光忘了分。死亡二队。哦对，二队。哎、欸，要错了。死离莱克斯要跟黑牛换。哦，好。马来西亚黑牛如果真的出那个时光的话，你那个解毒我会帮忙解。打扰。还有解魔粉圆啊，我已经分完啦。他说时光组的不解魔，不是有哎、欸，时光组解魔没有人可以解魔。有啊，时光组什么都可以解啊。没有缺魔法，那个啦，牧师啦，死灵如果有要解的话，刀子站过去，死灵大过去就好了。如果有时光再过去，没关系，没有那么晒，就是你有时光再过去就好了，一个魔法而已。好了没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到底啊，喝完了那就大出啊、嗯！真的出事就死灵过去就好了。没有点名到了就给我专心补塔就可以了。上满的话近战有后血再帮我上。哎、欸，不要打太快了，不要打太快哦。八十五花钱宁静哦。不要打太快了，不要死啊！直接都不怕死吧？好，没事。OK， 回来！是我跟他赶快打通过猪皮啦！你那直接 OT 啊！点燃！来 ，OK， 回来了。可以回来了，太快！时光，猫咪，撑住！好，快点，我先顾猪皮的血，死灵可以去对面了，死灵去时光组那边了，然后某可以回来，没关系。点燃！回来！哦，死灵的毒就靠你解了，因为他弹过去了。下一个时光哦，站出来。哎，出来，说大名出来。大名要先出头换场。我帮他喝蓝水喽。要爆发了。来哦，时光站出来哦，时光。时光啊，出来哦！说人跟他鬼，你看，清 buff 喽，清 buff 喽，无敌喽！使用道具，哎，他怎么死的？撞到，拉回来，你们斩掉吗？你们能斩掉就斩掉，可以，直接斩掉，奥数可以直接斩掉了，不用打了。开什么呢？干猪仔，猪仔鞋啊！猪仔鞋耶！
枪塞哦。然后为什么紧绷啊？干！啊，为什么要紧的？那你要跟天煞 PK 了。啊，为什么是怒风啊？怎么那么多怒风啊？这个阿基斯绝对没人要。怒风错了吗？光的龙皮手套。来，我先来。啊，先那个，等一下哈，直接各就各位啊，调一下队伍，调一下队伍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右边的古龙，可不可以把它让它回过来这边一点再 AE 啊？哎，你们要不要直接集中一起 AE 一个啊？因为有时候你们可以在王座前同意 AE 这个点，全部到这边 A 可以啊。因为右边的你们有时候太早接的时候会被那个柱子卡住，补不到。看要不要直接全部在这边打啦，我玩联盟团都在这边打的。好，全部去那边打了。啊，这样古龙也到时候直接 AE 会比较好。然后就是要定期这边补冰霜，就冰霜常驻啦，冰霜放一折。好，在这边放冰霜就是，好。然后大概在这个框里面打，然后剩下滴滴站可以把上王座的把嘲风拿回来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哎，衣服先穿一穿。看看喝一喝，还不能被使用。还有什么？这样差不多了。康康补一补啊，康补一补。补一补就可以开打了。还有谁没安康？好了，帮风优啊！好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帮风优。哎，舒不舒服？天煞舒不舒服？天煞。西门，看看。米奇三星暗抗，黑牛暗抗，大明暗抗，大明跟米奇三啊，好，就可以了，好，人魔满，先讲话好，让赛事开始吧。冰霜场住啊，那个大部队在王座那边，然后定站在那个前面，远程在后面就好了。大部队在王座上啊，远程都在王座。远程上来哦，补野上来哦，放陷阱冰霜。Go! 让赛事开始吧。冰霜要补在那个哦，那个边边那边，就是一二门中间的地方哦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就是那个右边门会通过的位置，还有黑牛上位有位置要一个冰霜。需要一个目标。左边是蓝。他们都管颜色了啦，其实。黑色的。一个坦在柱子后面那边等着接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大明你就在那个黑色龙兽现在过来那个位置接一下，其他人就打，然后大明就先去接那个位置。就黑色龙兽现在过来那个位置。拦住，不要让他擒杀我们的四分位，不是啊，不要让他跑出。好，要小心星空被 A 掉啊，自己的门把自己的 A 死啊。需要一个目标，这样子有可能被。对，这个很有可能，大家一起 A 的情况之下就死了啊。为什么你们联盟那么糟啊？有吗？15年前我就在这边打、啊，两边都在一起啊，就是。把刀了之后，就把我往那个框框那边靠近，就是这个框框，就是说我都把怪往这个框靠近。我要跳这边，都往西这边靠近。我被烧死了。那就好像那个。商品都有关。哇，
小屋大战将，小屋大战，对啊，小屋大战将，已经杀到洞口去了啦，靠！这是早期的第一游戏，不会多杀啊！哎、欸，猪皮，猪皮上班啦、啊！别往啦，还在看呢、啊。需要一个目标。对啊。关了。五关，然后全民感觉就位。打完了。关的好手下。刚好今天没开幕式，不能堕落啊。关的大喝水吗？免住下喝水吗？还有只小龙，打表情，半个杯喝水。他们怎么面对黑血之王的力量？烧吧，一群废灵勇！烧吧！朋友很快就会跟你相会了。把出兵先拉起来。不要单独帮猪皮上下过年。把出兵先拉起来。帮雷霆错字啊！不大，你先回魔，你先补，补班先不要补，你先回魔，魔回到80%，七八十趴再开始补。魔魔空空也是啊。对啊，你们魔太少就先那个啊，给别人补啊。没有补，慢慢先。没有补，其他人不是死人啊。等一下，就是大明跟大李安要去大满星，再先进去了。蓝色方块。等一下，大明跟布塔里安要去接哦，进站回来拆图腾啊，快来打封路图腾。对，封路最重要。哎，进站的一堆没有在装图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马上结束，直接 VP。慢了。但是哦，加大补力啊！不好做，不好出题，不好出题。你的解下诅咒，练。还没有准备，你的血不好哦。猎鹰，猎鹰，坦克就位，坦克就那古龙位置。哎呦，法师魔小心，来，等下所有的 A O E 都去 A O E 一下，除了法师之外，只剩下可以 A O E 到巨龙在哪里啊？来吧，我的仆人！哎、欸，然后那个我去打，只会死哦，要喝医药水哦。我操！凡人对我来说一无是处，听到了没有？出都是废物。无尽风暴胸甲、啊，无尽风暴啊，真风暴、啊，好风暴啊！太风暴！来，回奥哥嘛，那个发装备啊，你刚刚看到回奥哥发有需要借钱的吗？刚好一小时，刚好一小时打完，开门保一下爸，看来也是必须用。龙头还有25分嘞。一小时打完，帮转钱，有需要转钱的赶快转一转。等一下，要开拍了。可以用。先录一下那个。十七是谁啊？一二三四，十七小三下。好，今天大放送啊，全部蓝装绿装给你，因为我没空格了。